卡，我之前因为我跟他很熟，我看过他很多的舞台。米卡是一个特别特别认真的一个小男孩，他随身有个本子，平时听到什么词也是会写在本子上去学。中文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他是连一二三四都是没有听过的一个状态，所以现在我看到他的中文其实已经是好了非常多。刚才他在唱 melody 的时候，他完全是以理解中文的状态去唱的，包括唱到一些动作的时候，他说啊，在我心里。所以就是米卡每一次在舞台上的态度，我也是特别喜欢的。我也很尴尬，因为湖南话我的名字周深就叫揪心，我很出戏，你知道？对，所以你们一直就是啊啊啊，无缘无故被 Q 了很多次。对。接下来，周深，你要进行抢人吗？加入，我要抢米卡。哇哦，让人揪心呢、啊、让人揪心啊。就是米卡第一次听到他声音的时候，我跟所有老师一样，就哇，这个音色好好听，这个带着一点毛边的音色，跟他的发型一样，毛茸茸的音色，因为他的音色就有一个边镶在他的那个音色主心干一样。对，因为声音很好听，所以肯定会选择米卡。对对对，谢谢周星，谢谢周星。小米，你非常厉害，不是说你不好的，对，因为我很没事，对对对，下次再跟你算账、啊。OK， 所以米卡，你要选择的音乐合伙人是，我选。周深老师。哇。成功，谢谢你。因为我们参加出一个一样的节目啊、哦，我们参加一个节目，对，然后那个时候他教我很多的东西，就是为了我的对我的嗓音，所以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希望我跟他一起可以唱歌，对，谢谢米卡，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当然在这里我们要恭喜米卡和我们的周深成为下半场的音乐合伙人，期待你们的舞台呈现。好，这是我们看到唯一一次所有人都在抢一个人。真的吗？对，我压力很大，万一米卡砸在了我手里，我压力也很大。我要补充一下能量。嗯，我有一首特别喜欢的英文歌 City of Stars。 哦，你有一些什么想法？我们的舞台，我觉得如果我们有跳舞，这个舞台我们可以夸张一点。City of Stars。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Who knows? 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d with you.They finally come true. City of stars, just one thing everybody wants. There in the bars and through the smoke screen of the crowded restaurant, it's love.It's all we're looking for, it's love from someone else. A rush, a glance, a touch, a dance, a look in somebody's eyes to light up the skies, to open the world, to send a reeling, a voice that says I'll be here and you'll be alright.I know just where I will go, 'cause all that I need is crazy feeling, a rat-tat-tat.
dead on my heart. Think I wanted to stay. Say to your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you've never shined so brightly.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Who knows? 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d with you. Not now, our dreams, they finally come true. City of stars.Just one thing everybody wants. They're in the bars. They're in the bars. And through the smoke screen of the crowded restaurant. It's love. Yes, all we're looking for is love from someone else. A rush. A glance. A touch. A dance. A look in somebody's eyes. To light up the sky.To open the world that's meant to be there. A voice that says I'll be here and you'll be alright. I don't care if I know just where I will go, cause all that I need is crazy people. A lifetime's out of my heart. Think I wanted to stay. Think I wanted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you'll never shine so brightly.我们把掌声送给周深，送给米卡。两个非常有魅力的男生在台上带来一个这么梦幻的舞台，让我深受感染。然后我觉得最触动我的地方是，就你们两个都同时后仰，然后周深拉完一个高音起来，他手握着话筒。然后这样起来的，然后他的话筒在心口，我就感觉他那一下站得很结实，然后就莫名的又让我很揪心，怎么回事呢？就那一个瞬间，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就被带进到这个故事里，不管他们两个讲什么，我都是坚信的，就这种感觉。谢谢谢谢谢谢，周深果然每一次都不会让我失望。每一次都又会带给我一些新的东西，然后最重要的是你今天跳舞了，就觉得你们好自在，完全就跟这首歌融在一起的感觉，哦，很喜欢。然后 Mika 的部分呢，就是哇，你一开口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歌选的真好，选对了。哎，我觉得跟你的那种嗓音里面有一点点忧郁的那种感觉很符合的，所以觉得今天的这个表演是很好很好看的一个表演。谢谢谢谢谢谢老师。刚刚整首歌其实让我想到了我那个时候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去纽约，然后我就住在 Broadway， 然后我在 Broadway 住了将近有一年的时间，然后我有好几个朋友都在纽约待着，然后就在等看有没有机会。有一个小号手讲了一个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就每个星期的周四，在 Times Square 下面的一个很小的 club 里面，然后演奏小号。然后呢，我就问他你赚多少钱，他就说我其实一场演出也只有可以赚$30，但他的技术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对，我也经常看到过这样的。对，他技术非常非常厉害。那我说，哎，你为什么不回国来做表演呢？他说，我在这里有一个梦想还没有实现。因为他很喜欢音乐剧，他说，因为我在这里只要待着，我就有机会可以跟全世界最优秀的音乐剧人才，然后可以在那边表演。所以我刚刚看到那个秀的时候，我就想说，每一个人都值得拥有去追求大梦想的权利。而在那个喧嚣的都市里面，每一个人其实内心他总有一个向往，而那一盏灯是为你指亮的，只为你开着的。谢谢丁先生。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这首歌跟 Mika 也很像嘛，因为他自己现在就正在追逐梦想，在异国他乡来到一个语言都是要从零开始学的地方，甚至可能是吃的所有的饭不是他适合的，但我觉得他就是在再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去适应这个地方，去努力去尊重每一个舞台，尊重每一个听到他看到他的观众。从声音角色的扮演上来说的话，我觉得米卡好像是一个有点沮丧有点失意的年轻人，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一开始呢是闷闷不乐的，但是突然窗外飞来了周深扮演的那个小精灵彼得潘，然后就把你带入了那个梦幻的永无岛里面，出现了很多我们在童年时候可以无忧无虑的那些情境。也许这一切是一场梦，也许梦醒了之后我们还要面对现实，也许梦醒了之后我们获得了更多的勇气和力量。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境的设计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谢谢谢谢谢谢深深，谢谢我们的米卡。谢谢米卡。谢谢。我是通过短视频看到了他，上次也是跟他就是擦肩而过。周深老师是圈内第一个跟我说，他隔好远跟我说，哎，你知道你唱歌其实很好的，我好感动啊。锤娜丽莎她身上有一点，就感觉她跟自己自洽得很好，就是她自己在舞台上她想去享受那个开心的气氛的时候她也很自在，然后要唱歌的时候她也很在她的状态，她唱歌的时候她可以唱得很开心很享受，也因为这一点她在舞台上她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自然，她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觉得哇她好可爱，然后唱歌的时候哇她还能唱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来源于她的自洽，都非常非常的吸引我，我觉得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状态，唱得也很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是第一次听燕妮唱歌，就是我会好奇她的特色是什么，或者是说换句话说她拿手的是什么。一般听一个人第一次唱歌你要被抓住的话，其实是需要有一个她非常擅长或者她非常能够抓住你的一个东西，让你觉得哦好棒。刚才那个舞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很甜，听完我也很开心，但是我自己就有个问号，就是是不是甜得不够极致。周深老师喜欢齁甜，不是齁甜，不是齁甜，就是就那一下就啪，有没有打中你的？不够揪心，甜的不够揪心。高贵与丑，高贵与丑，高贵与丑。今天这首歌和我想象中其实不一样的，高贵与丑我以为可能会出现一个非常批判性的感觉，就是你到底懂不懂什么是高贵什么是丑，我以为我印象中可能会是这样一个非常有力的抨击，但是我发现邵涵老师他选了一个我觉得更刺入人心的一种方法，就是我不攻击你，让你自己去琢磨去吧。但这种感觉其实听完会更深刻。谢谢。最后 ending pose 是谁想的？哦、oh, wow, ，不错不错，就 ending pose 就哦，就是这首歌站在那儿就感觉很怪，对，就杵着就很怪。他说：“哎，那你觉得我这样子弄好不好？”然后我就会说：“反正你出什么招我就接什么，就这样。”对，就是我跟邵涵姐在沟通的时候，邵涵姐就说：“你不用怕，你想要把这个舞台完成什么样子，你就可以跟我说，我们一起去完成。”所以邵涵姐给了我这种安全感，所以我才会觉得才去敢安心做动作。对，才敢安心，不然我也会很紧张。其实赵磊，我觉得这可能是你
在天赐的声音舞台上的一个高光时刻，也是会让无数男歌手羡慕嫉妒恨的一个对象。对，这个亲密度的话应该你是最高的，谭健次也仅次于你。